小六来了几次都没有玩到 Just Dance。哎，有啊，上次啊，玩好多次，好不好？啊，在这里没有玩过啊，上次在棚内，棚内没有玩过，对，棚内这边没有玩过，然后所以决定最后一趴来玩那个 Just Dance。好，对，然后我们先派出的是小六跟八毛先去热身。对，对啊，我们两个先是不是？对，先派两个去热身，然后下一趴，他们两个跳完之后，你们有一个人会连跳。Hey, 但我不知道是谁，分数低的那一个，分数低的那一个啊，会跳到死为止哦，哈，你们两个，所以最都是要让最低的留下来就对了，哇，惨哦，好硬哦，好硬哦，好硬哦，你要先过去准备吧，对，上次八毛感觉蛮会跳，应该还不错，应该是瘦子都很，可是他们都玩过很多次，意思是说我很烂，没有，我也觉得你很轻盈啊，因为毕竟你都是动作片的女主角，应该很轻盈。对对，女优呢？一整天拍片应该很辛苦吧？女优呢？我怎么不想理你？我们要改坐这边好，这样小帅哥比较好拍。好啊，就坐一起的。对啊，坐一起比较。这个椅子是有被谁怎么样过？是也太脏了，黑黑的，超脏的哎。哎，小不行，那个柠檬的味道还一直在。还哎，其实空咬柠檬其实还蛮爽的。欸、你是有一股清新的感觉，你们有觉得吗？也是，欸、你手真的觉得手很不自在，对啊，我就想要一直晾，让它晾干的感觉。它还没干吗？干了吧？应该干了吧？干了啦，啊、快干的那一种。对啊，你说手指头不敢动？对啊，就是一直摆着这样。你不要展示好不好？你知道做完指甲女生都要这样展示吗？你这样子，一瞬间这样。對，哇，超恶的哎！哦，小帅哥不在不能入命，好吗？好，我来，我可以去帮你扔硬。我就不要了，还是算了。哎、欸，来，他们准备好了。哇，小六真的不站起来还好，一站起来看，哇，真的二头身哎。什么叫二头身？就是上半身比下半身还要长。就是五比例的人。哎、我到底对到哪一个？没有看到。有是不是？小六的胸部好明显。超，他凸两块，很明显。哎呦，可是看起来小六蛮溜的哦。对啊，小六比较放得开啊。你现在是说八毛放不开吗？八毛是文青路线，还有偶包，偶包，他是偶像，偶像路线，帅哥路线。怎么办？我觉得小六有一种娇媚的感觉。他们刚转圈，人家在打篮球，在闪球那种。来，抢球，来胯下来。不行啊，我发现八毛那边一直打叉、啊，玩。没有啊，有啦，有 perfect， 这哪在干嘛？好恶心！摸的对地方不太对啊。这个动作是这个倒是蛮顺的，适合，这倒是蛮顺的。你觉得你脚很忙？哎，他们跳相反吗？对对对，现在潮人是小六。因为我们因为相反。Oh, OK。为什么都是兔子啊？我都是兔子哎。那八毛身体僵直。八毛这个动作很像那种变态猪猪哎。你说哎，然后移动出来。我知道了，小六应该很会跳，因为每次连他都是我们的救星啊。啊，对哈。对哈。对啊，他是最帮我们跳啊。我八毛的杠杆不错啦。最佳肌肉。我们两花的穿了彩虹里，哇，小六那个胸部一直抖哎，哇，真的，他到底是在练，他在练还是怎样啊？我不知道，他应该过个半年会练胸肌出来。这两个都是蛮接近，还不错啊，都三颗星现在，现在动作都很到啊，我分数好低哦，小六感觉很开心。哇，我看他们没怎么喘，真意外。哪是这样吗？小六好认真哦。哦，这歌真是选对，我喜欢这个动作。高叉泳装，高叉泳装。哎呦，四颗星两个还蛮猛的。输了啊！哦，五颗。好猛哦，两个很厉害哎。他
那个小六还要垫脚。摆出很媚的动作，他跟我很陶醉。完了，完了，他妈要去跳了。完了，他妈要去跳了。谢谢。所以是小六赢了、哦。小六赢了、啊，他以不到一千分，领先了。他们傻眼、欸。所以我们下一个要换谁？我们下一个，我好像我记得下一轮是两个人会过去，好像是我跟你吧。哦，好啊，好啊。我记得是我跟你，然后再你是下一轮，我又要说，因为你是舞王嘛。哦，对啊，我 Justin Bieber 嘛。对啊 ，Justin Bieber， 小屁小屁 ，Justin Bieber， 哎，不是八毛在留在那边吗？对啊，啊，我们还没过，因为你是一起送回来再一起送过去。你干嘛耍他？哎，我想说你应该没喘啊，怎么走过来就开始在喘？好累，对对对，谁选的？你的算很慢，掉分数很高哎。我有吗？有啊。好，我给你选哦。我跟你讲，别分哎。唉，自己选比较好。好险，稍微赢了一点，不用再挑一首。八毛我觉得难过。如果你一直输，八毛比较应该比较好。真的假的？问你，我没有不会跳。我还好啦。哎，你第一次练 party 跟谁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第一次，我六串鸟屎，然后身体吧。哦，对。加入吗？是之前在内湖那一次啊？内湖？没有，内湖那第一届，我第二届才参加。哦，第二届在新庄那个。啊，五谷吧？我五谷。哦，五谷那一个。哦，对，五谷是在另外一边，就是场后面那个舞台那边。嗯。哦。原来刚刚是这种画面啊！是啊，然后左右相反，小清新。我是不是错手了？跟他一样就好了。八毛干嘛那样啊？怎样啊？自尊剑哦，自尊剑上升了。我要故意跳相反，没有，我们完全都看那个荧幕啊，照镜面嘛。他为什么只有跟另外两个？搞不好他的角色就是真的要跳相反。他分数还有没有？他分数比较少一点。那如果他又最低分，就真的很可怜。八毛认真。因为杰林一定是最高分了，就不用看了。哎，有练过就不一样哎，感觉整个动作就很顺。对啊。麦卡被 JD 女王哎，开玩笑。没梗的时候就要拖出来救援。没有没有，可是我们在今年连 party。我跟他们同一组是我最高分啊，真的啊，有啊，哦，就是因为我没去，然后你帮我代打那一次嘛，哎呦，不错不错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然后把它去非洲放在这里了，哎，我跟他们不同边，对不起，这样子没有办法学，要左右相反，太难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还是跟他们不同边，没办法转那么快。现在还看不出来谁比较赢，都两颗，因为都两颗星，可是你就很明显看到中间那个 perfect 比较多，杰林已经三颗了。好，观众说叶子，叶子是地下街女王啊，地下街 JD 女王，不一样，领域不同。哎，是真理输哎，啊真的吗？真理两颗，真理还是两颗？没有吧？那左右相反吧？有吗？我记得是相反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好，好，哇，红色就掰啦、啊，没有啊，上面黄色是八毛啊。哦，对哦，对啊，对啊，你看那个，其实那个，你看那个字上面还有。啊，等一下要换你吗？对啊，等一下换我。啊，八毛是不是又不用下来了？就我，我觉得照目前这样发展下去。哎、欸，真的，观众都这样讲。我还在冒汗呢。
哎、欸，真的，跳一首，你那一首动作太多了，好热啊！你那一首动作太多，可是他们这一首其实运动量不低。五颗了，好猛哦、喔！杰林六一个啊！好完了，八毛抓头了。请问你们的分数？阿、啊、狸，你要重跳，完了完了！文艺青年，文艺青年，加油啊！文艺青年，文艺青年。不行啊，我觉得这个对最低分很不公平啊。他就一直下不来、啊，拜拜。越跳越累，真的他要留在那边哦，好可怜哦。出来，文艺青年加油啊，文艺青年。好，我直接过去啊，我直接过去。你要不要救八毛啊？哈？你要不要救八毛？我要再跳一次，是不是？你看，救他，救他，对啊。那我们三个一起跳，我们三个大男一起啊，帮他垫个底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是我们两个，好喘呢、啊。哎、欸，这里怎么那么闷啊？隔壁很凉哎、欸啊，这里好闷、喔。不要隔壁跳舞吧，好累哦、喔，好喘啊！我在跳跳，你是不是跳特别卖力？你怎么那么喘？我没有跳特别卖力啊，就是因为从这边过去，这个温度有调，你的、我的肺会不舒服，你都不会吗？我会一直觉得热热的，蛮热的、啊。来，三个那个偶像来了，有一个还是 Justin Burpee 哦， Justin Burpee 啊，各位 Burpee， 哎，刚不要再跳 Justin， 他最近想要选自己的主打歌，我们要跳没跳过的啦，热热，八毛这个很八毛要嗨起来，你看八毛那边点，你看到吗？啊，这首歌八毛不能站在中间，因为中间的算分数很怪。现在换位置，好像那个舞群的话比较分数比较高。八毛感觉很喜欢这首歌。八毛，他音乐像刚这边点节奏啊。完了完了。哎，为什么我怎么有那么多？舞群应该是比较 sexy， 对不对？嗯。真的美善感的啊。我怎么办？我一直被小六的眼神带走。他也在妩媚，哎、欸，说不定他也很擅长妩媚。他应该可以啊。拜托，他们明年嘞，他要放黄山呢、欸。什么黄山？你说黄山吗？黄山。对，黄山啊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一个动漫的女角啊，黄山超辣的。谁啊？你 Google 黄山超正的，而且他们三个都要放啊。我不可能，你们头盔在那里。我来，黄山，你没有看到黄山？黄山超正的，我可能没有看，有你可能没看到这个卡通。他为什么可以跳起来？这首很累的，妈妈累死。他们三个都要扮他，超猛的，你看黄山。胸部这么大，他们也要露出这么多吗？嗯，他们三个应该是有办法的。好，他们是狂水狂月八。这个动作也超难。哎呀，还有六三七哎，哎，好猛啊！他们在蹦下体。刚才结束第一轮，打卢比，第一段而已。你那个手放在那边，然后说煎蛋。现在是我看一下，现在是我们的 Justin Bobby， 在真的在中间那个分数比较低，包围圈。上次我在家里跳，我自认为自己跳的还不错，就分数竟然没过1万，超不错。我真的假的？嗯 ，OK。小乐他可以不要挺上半身吗？他这边一挺胸，我就这一切而已啊。然后三个长得有点像，因为三个戴眼镜啊。
I got it from my daddy. What's up? 现在我们的小六快要追上我们的 Freddy， 可是 Freddy 也一直在往上爬当中。然后八毛已经累得人话了。八毛累，他累，他真的好累，他连跳很多种可怜嘞。还有 Freddy 已经四颗星的 Freddy。为什么这么明显？还有，怎么会还有又来啊？你看，你看八毛，他整个已经心计化了哎，把八毛的小头抓起来了。哎呀，我已经准备上那个。八毛醒醒，八毛醒醒。哎，恭喜！我觉得八毛是最后一名，他完蛋了。可是我们时间也到了，他没办法在那个，我们坐回位置吧。是不是？嗨，八毛应该快死了。还看分数？哎，这是谁啊？八毛真的快不行 ，Burby 啊！因为八毛本来从8000多分，然后现在掉到已经是7000多分。他不想掉，他累累了，累累了。哎，八毛快死了，八毛快死了。你头发有点乱，他已经不 care 了。我想说，站最左边他比较难，比较难射。没有，我跟你讲是那首歌的问题，那首歌主要中间的分数都很低。我想说，然后我换中间好了，直接变主唱。小六快不行了，小六超喘。对啊，你看你跳得很。哎，你还蛮调那个脸，我从头跳到尾都没在喘。因为他身体比较重，我很努力啊。哎，还真的很融入，真的。OK 啦 ，OK 啦，你真的觉得你是旁边伴舞的 dancer 这样？你完全是，而且你的脸超 sexy 的哎。对啊。今天奶狂抖。他说你的奶狂抖，他刚刚意淫你。你奶太大了。我看了。你奶太大了。好的。好啦，今天就是他们也真的是，我觉得八宝真的快死了。等一下，让他喘口气。脸色苍白，他脸色苍白了。他现在要补足的是糖，所以赶快给他吃巧克力。鸡腿去吃，去吃。好可怜、喔。这个给八宝吧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给他，他嘴唇已经开始发白。对。边缘已经开始发白，你快补一下血糖。你赶快补一下，不然等一下可能会昏倒哦。对你脸有点白。好了，今天是很谢谢那个八毛跟我们的小六，对小六来，然后两个快要死亡的样子。对啊，我也是很感谢拍这样的节目啊。完全就是没有休息，他的嘴唇也发白了。你要不要也吃一个？这里面应该不止一个，应该有三个。有啦有啦，对，你可以赶快补一下。分。然后今天是我们那个麦卡贝。定王包包2016年最后一期，下次见面就是明年2017年。好，感谢大家一年的支持啦。对，谢谢大家，然后也希望明年的2017的电玩包包可以越来越好，然后带给大家更多的电玩知识，然后电玩星座，还有欢乐。是的，没错。然后也希望你们2017年两位可以常来。好，那在这边谢谢我们神送赞助播出，谢谢。Kingston HiPlace 赞助播出，谢谢大家，今年一整年，还有我们 Wings 赞助播出，谢谢。是的，下个礼拜一，2017年，大家再见，拜。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